七十五法。又作小乘七十五法。小乘具舍宗于一切法概括为七十五种，设为五类，即一色法，十一种：一眼根泛 cakra indriya； 二耳根泛 rotrendriya； 三鼻根泛 ghrendriya； 四舌根泛 jivendriya； 五根泛 kayendriya； 六色境泛 arpa 六 ia； 七身境泛 abda 六 ia； 八相境泛 gandha 六 ia； 九味境泛 rasa 六 ia； 十触境泛 spravia 六 ia； 十一无表色泛 avich abdi arpa。 其中前五者能发识取境，故称五根。次五者为五根所愿之境界，故称五境。五表色系一身口发动之善业与恶业，未生于身内之一种无形色法，乃感苦乐果之业因，具防非止恶或防善止恶之功能。二心法一种，即一根而生觉知境之总作用，指六十心王泛 siddha。 三心所有法四十六种，又分辨大地法泛 mah bh mcdarm 大善的法泛 kuala mah bh mc 大烦恼的法泛 clea mah bh mcdarm 大不善的法泛 akuala mah bh mcdarm 烦恼的法泛 partta clea bh mcdarm 不定的法泛 anyata bh mcdarm 六位。此四十六法皆随附于心法起，故称心法，即一遍大地法十种：受泛费动领纳苦乐舍三境之作想，泛 sj 想象是物作用，资泛 siddha 造作入业之作用，处泛 stara 对境之作用，欲泛 chanda 希求之作用，会泛 purge 检择善恶法之作用，念泛 small titanium 记忆不忘之作用，作意泛 monastic ra 令心心所警觉对象之作用，圣洁泛 atimaka 明了事理之作用， sam 呆坐定令心心所专注一静而不散之作用。此时法通善不善无际之一切心王而起，故称遍大地法。略作大地法。二大善的法十种：性泛 rat 令心心所沉静之作用，不放逸泛 a pramba 指恶行善清安，泛 pra rabdi 使身心清妙安稳之作用，行舍泛 apek 令身心舍离杂执着诸法之念，而助于平等之作用，为行运所设之舍残泛 hr 与所造罪自观有耻愧，泛 apatpia 与所造罪观他有耻无贪，泛 alopa 不贪者顺境之作用，无田泛 afay 于逆境不起愤怒之作用，不害泛 ahes 不损恼他之作用，情泛 firia 精进修习诸善法之作用。此时法与一切之善心相应而起，故称大善的法。三大烦恼的法六种：无明泛 avidi 以愚痴未性，放逸泛 pramba 于恶法放逸之作用，懈怠泛 cause dya 于善法不勇悍之作用，不信泛 radia 令心不沉静之作用，昏神泛 stina 令心审重之作用，调举
犯 auditatio 令心轻浮之作用。此六法常与恶心及有复无记心相应，故称大烦恼的法。四大不善的法二种，无惭犯 HR Kia 不自羞耻之作用，无愧犯 Anapadropia 不他耻之作用。此二法与一切之不善心相应，故称大不善的法。五小烦恼的法十种，愤犯 Krodha 令其怒相之作用，复犯 Mraka 隐藏己过之作用，谦犯 Mtsurya 于财师法师等不能会师之作用，即犯 Ry 妒忌之作用，恼犯 Sa 兼执恶事而恼乱身心之作用，害犯 Fis 损恼他人之作用，恨犯 Nha 愚愤境界愿不舍之作用，谄犯 My 令心心所挟屈不直之作用，狂犯 Fear 七他不识之作用，骄犯 Moda 心共高而傲他之作用。此法为修所断境语，意识之无明相应，且其现行个别而非实法具起，故称为小烦恼的法。六不定的法八种，寻犯 Vitarka 寻求是粗胜作用，四犯 Vikara 四察是理系性作用，睡眠犯 Mida 令心心所昏昧之作用，恶作犯 Koptaya 思念所作之事而令心追悔之作用，贪犯 RGA 贪爱顺境之作用，甜犯 Pratya 于逆境甜慧之作用，慢犯 MMA 使心高举而灵他之作用，疑犯 Fichikits 始于地理犹豫不决之作用。此八法步入前五位，广通善恶无忌三性，故称不定的法。四心不相应行法十四种，一的犯 PRPTI 令的诸法于身之实法，二非得犯 APRPTI 令诸法离身之实法，三众同分犯 NICA SA BHGA 各随其去而使得同一果报之实法，四无想果犯 SAJIKA 于无想天之中令心心所业之实法，此为外道所执之涅槃。五无想定犯 SAJI Sampatti 乃为的无想所修得之无心定。六灭尽定犯 Nariya Sampatti 不还获阿罗汉证者，为止暂时所入之无心定。七命根犯 J Vitendriya 维持寿命之实法，八身犯 J Titanion 令诸法升起之实法，九住犯 Stiti 令诸法奔之实法，十一Anius TVA 令诸法衰逸之实法，十一灭犯 Fire 令诸法消尽之实法，十二名声犯 Anma Kaya 色身等之名，十三具身犯 Pada Kaya 诸法无常之章句，十四闻声犯 Fire Jana Kaya名语句所依之文字，二个以上不称未生。此时四法为非色非心法，而不与心相应，故称为心相应行法。五无畏法三种，一则灭无畏犯 Pratisaki 一 Nuraya 一正至简则力而得之即灭法，
二非则灭无畏犯 opportunity 一而非一政治解得利但一缺身缘而现之即灭法三虚空无畏犯 ka 以无爱为性容受万物而变一切处此三法无生住意灭四相之作为故称无畏法大提婆选四十二所说语上略意亦有就七十五法分为色非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等俱舍论卷四俱舍论光记卷四参阅五位七十五法一千零八十九 P 八十八